好，我是母鸡之友 TV 栏目的外拍记者，我叫虞姬。今天将在这里给大家做一则重大消息报道，那就是我们家禽界的两位明星，一位是路易威登驴先生，俺的大宝宠物，将要在我身后的这家美容院做他们人生当中重要的一次整形改变。究竟整形以后会是什么样呢？让我们稍后揭晓。大家好，我是宠物报社的记者。邓猪组合经过整容会变成什么样呢？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。这是一个特大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家禽网络的记者，现在为您实时报道。哎呀，来了，大腕来了，大腕，我们在这儿呢，等您半天了，快，我们来了，开一下，等你们很久了。哎呀，大家不要拥挤，你们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，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秩序的进行提问，我们两位明星呢，肯定会给大家做出满意的答复 ，OK。请问哪位先来？我先来 ，please。大宝朱先生你好，现在很多明星火了以后，纷纷都移民了，请问你有这样的想法吗？我深爱着这片蓝天，深爱着这片土地，舍不得我们农场，更加舍不得我用了多年的猪槽子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。就这个槽子哈，长啊宽啥的我都适应了。如果说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，我还得重新再拱，所以说我方向。就到这儿吧，下一位。我来，有请。请问登哥，能问你一个隐私一点的问题吗？可以呀，因为我在粉丝面前是透明的。好的，请问登哥，您现在是单身吗？必须单身。如果我结婚的话，恐怕会伤害万全母驴的芳心呐！那前段时间传闻有一头小毛驴向您要抚养费，是怎么回事？请回答。谁把你派来的？保安在哪里？那个，我要说明一下，对于这种不实的报道，我们公司非常的气愤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们会经过法律途径来解决。希望大家不要再提这种无聊的问题了，好吗？下一位，我来，请问两位，现在很多组合因为内部矛盾而各自单飞，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吗？不存在呀、我们俩非常好，从小玩到大呀，不信你看看，可以展示一下。来，恰恰恰，你拍一，我拍一。为您播放的是《笑料炖包袱》。下一位，我来，请问两位，现在很多组合因为内部矛盾而各自单飞，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吗？不存在呀、我们俩非常好，从小玩到大呀，不信你看看，可以展示一下。来，恰恰恰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你是猪来，我是驴，我俩是对好兄弟，今生今世不分离，不分离，耶、一点问题没有，好朋友一辈子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，我想请问大宝宠物。听说您个人特别注重养生，是这样吗？哎呀，那是当然了。我平时啊喜欢健健身呐、喝喝茶呀。这个我最喜欢的呢，其实就是泡温泉。好，我们栏目组前段时间抽到一组照片，反映的内容呢是您在某温泉度假村和一个小母猪关系亲近，请问您怎么解释？不是啊，那个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想，我跟你说。这些照片肯定是假的，但是我们确实。真的。再次跟大家声明一下，请大家的提问不要脱离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好吗？下一位，登哥你好，你好，你们现在已经是影视歌三栖明星了、但是据说在之前的演出中你们出现过假唱行为，请问这是事实吗？我们一直假唱，不是、那是不存在的啊。这么办，今天媒体朋友全到场了哈，我们给他们展示一下怎么样？登哥你感觉这样好吗？没什么问题吧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意见。谢谢。好，麻烦大家帮我们打一个小节奏，来吧。好， One, two, three, go。 我有一头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呀、
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替我去干爹，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正得意，不知怎么就噼里啪啦摔了我一身泥。完全靠实力嘛，真是哎呀，太简单了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两位明星呢该进去进行整容手术了，请。哎呀，杨助理啊，我感觉大家伙这么热情，咱们还可以拿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回答一下大家最后的一个问题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整容失败的案例是越来越多，想请问二位，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，今天要在这里做这次整容手术呢？那个，我们整容啊，其实整容了以后，主要可以变得 fashionable 一些，走的是国际路线。不是，要不是我们俩的主要是走在时尚的最前沿，一定要走到最边上。必须是 beautiful。的是美的，不是那个。其实呢，我们俩呀是想说啥呢？就行了，咱俩该进去了。吵什么？这个，不是那个，别走啊！停！我说，请大家不要着急，在这里耐心等待。See you later。那个。喂，董事长，喂，现在两个大腕已经走进手术室了。放心，我一定在门口严防死守，他们一出来，我就拿到第一手消息。董事长，第一时间下不会吗？导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做好。领导，我一定在这守着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完美的蜕变，漫长的等待，这一刻仿佛时间都凝固了。啥意思？他他妈咋走了呢？咱们这个整容应该很成功啊。就是啊。但是为什么没有掌声呢？有了，弟弟，咱们火了，走，跟哥拍电影去，走啊！